来，我是那个花莲，我是花莲县那个凤林分局侦查队队长，我现在持花莲地方检察署的拘票，案由是111年他字一零四一号角。来，你看哈，我们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6条第三款哈，持花莲地方检察署现在帮你拘停哈。警方于8月7日受理本县马姓男子于柬埔寨死亡的案件，本分局选举以花莲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及外事科花莲分局移民署花莲专勤队航空警察局刑警大队科侦队等单位组成联合专案小组，并报请花莲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于8月26号在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拘提简姓犯嫌到案，寻毕后由花莲地方检察署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现正积极追缉相关涉案共犯中。本案将依组织犯罪条例、人口贩运防治法及诈术使人出国等方向侦办。本分局在此呼吁国人，针对网络上求职高薪的偏门工作，请务必查证，避免出国上当。就目前的一个相关的证据而言，我们初步研判他应该是属于这个组织里面的一个干部层级。他们都是透过网络上的一个网际网络的一个关系的连结，找到相关的被害人，然后用话术的方式使他们高兴，就是愿意出国去做那个，愿意出国工作。主要的部分有出国工作哪一些部分？包括是文员或者是其他网红之类的方式吗？然后薪水大概是多少？大部分的招募都是，比如说在办公室高薪吹冷气上打字上网。然后保底大概几万块的一个薪水，那但是也有一些诈骗的方式是说，哎，过来的话，如果是长相甜美的话，就是可以就是拍照，然后薪水会更高，这几种方式在做诈骗。